4:40有找人来开始？没有。刚刚有确认那个监视器，4:40找一个助理来开始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？给的就是要给，不应该用这种无底值的方式，甚至说他们是酬庸。黄杰委员，刚刚我第一次在发言的时候，可能你没有听到，你可能也是新进的委员，不太清楚哈。我再讲一次，81000多块，相当于一个议员的薪水耶。这些人又不是部落里面遴选出来的。坦白说，我做了23年，真的这8年来非常离谱。只是跑婚丧喜庆，然后庆典上面就干大肆的宣传，做了什么？圆明会做了什么？81000块领的会不会也太容易了呢？我同意你说必须要有这些制度，您知道吗？2020年的时候，我就要求圆明会赶快来明文的写这些制度，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修改啊。那请问一下圆明会。你们都不尊重每一个族群委员的代表性的，请问一下，各部会首长还会尊重我们原住民族吗？难怪行政院三读通过的进法补偿，他可以也不理啊，拿原住民当祭旗啊。我们条文设计就是说，要想成为代理义母这件事，他必须要有竹叶顺产的经验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没有生过嘛？没有生过就不可以啊。所以在你们的文字里面是有一定要生过小孩子，一定要生过，而且还是顺产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必须要在文字里面写到非常清楚的，这就是民众的疑问。再来，在这个22条里面还有一个，你们还没有办法解决民众的疑问，就要先通过这个空白授权的内容。是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子说啦，因为法律立定本来就如此啊！你们通过以后，还会经过行政院公告、总统公告才会实施啊！法律依据都是如此。署长非常不负责任，等你们要施行了再来决定。这些文字白纸黑字先出来好不好？让民众先知道说接下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，不用解决民众的疑虑，然后就打算这样草率的上路。这是我最大的担忧。你知道他们刚刚公布那个影片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他们是觉得在开心什么啦，因为是他们公布的影片，就是证明我很早上班嘛，我是整个立法院最早上班的一位立委。那如果他们认证说黄杰就是立法院最早上班最勤奋的立委，那我觉得也是他们肯定的一个最勤奋的立委第一名，我觉得蛮值得肯定的。然后傅昆萁还说我多才多艺是吗？对，也是他，谢谢他对我的称赞啦，就是证明说我不止多才多艺，然后上班又认真，应该是蛮值得大家肯定的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表现，也继续关注立法院现在正在进行的，尤其这个选罢法。选罢法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，在一个民主国家最忌讳的事情就是没收人民的权利。所以不管是从之前的国会扩权法案，到现在在审的罢免权，都不应该要没收，而是应该把这个权力还给人民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用尽一切的力气，然后我4点多就来上班，就是希望要来守住这个权力。所以怎么说来怎么会有钥匙说你用这个是不是用我没有钥匙、哦、那你是私自这样算私闯的，因为7点才开门。不管怎么样，立法委员进到会议室都是合法合规的。那我要几点来上班，应该不需要其他立委来过问。那第一个，我没有万用钥匙；第二个，我也没有请锁匠，我就是合法合规的进到这个会议室里面。那大家也看到，我也没有破坏公务，因为门锁都是好的。来，我们要示范。来，看，好的。然后我在示范门锁是好的。来，你往里面压起来。打不开，个人啊，所以其实这
什么？第一个我没有找锁匠，我没有万用钥匙，然后我也是合法合规的开门了。那他们一直很困惑。户籍没开过门呢？对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没有开过门，还是说没有看过这么认真的立委呢？你们怎么看说会需要新委员受访的时候，然后细声是谎贼，用贼这个词你怎么看？这么漂亮的贼，可以说我是怪盗啦，这样应该名字比较可爱。那我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在奉公守法，我非常奉公守法，然后不偷不抢，既没有搞内线交易，也没有搞假离婚，更没有搞诈骗。这么奉公守法的立委怎么会是贼呢？这表演一次给他们看好。好OK， 那你有用类似卡片的东西，然后来看，可能不客气，家里没有老花匙，合规的把这个门打开，然后再里面上班。七点前在茶水间吗？你跟黄姐不在里面？你确定什么时间点？讲清楚。茶水间很多人都可以在里面。你讲清楚几点？你是几点？千里眼呢？昨天就讨论说要在茶水间。我们的委员会要出席委员会，我们自然有我们的抵达时间。哎，好，要小心你们的用词哦。就算了，进来在这边用问题的方式造谣是怎样啊？我在白天进入会议室，到达茶水间，就这样。拜托，是因为担忧他们会直接改在这个交通委员会，所以才在茶水间。我们的议事运作，我们在白天进入会议室，互相合作造谣。我们可以在茶水间饮水，有立场，这样闹完哦。茶水间就是让我们喝水的地方，不是吗？进来不行哦，立法院委员会就睡过两天。所以我们在茶水间，哦，我在茶水间喝水。门不是锁着吗？门没有锁着啊。那为什么陈永康要开锁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就问陈永康啊。因为你们守着门嘛。我要问众嘉宾啊，你要问陈永康啊。我既然在茶水间喝水，我怎么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国民党不够认真，不够上进，不够努力守护他们想要通过的议案，而民进党非常努力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国民党都还没有来。我们到这里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样坐一排，很认真的在这里想要帮人民守住大家的罢免权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质疑，请去问国民党，你们为什么如此的偷懒，如此的懒散，想要守护自己的议案，还那么晚来呢？和平非暴力，早起守护罢免权，人民的罢免权。你看我们这一群民进党的委员们就是那么认真，大家一早起就在这里守护大家的罢免权，这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给人民知道的。我们绝对不允许国民党把人民的罢免权没收。国民党太晚来，然后只会每天在这边幻想，只会那边起幻觉，我们幻想完就打人啊，就这样子啊。有些党，我们的委员五点就来了，国民党还有的更早，我们就是那么认真，每个人都早起，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意志传达出去。可是看看国民党，还一群人迟到，陈玉珍晚到，还想要抢镜头。王宏威在外面已经指控，为什么民进党4:45，黄捷找锁匠开门，这是王宏威在外面讲的。那他要去证明啊，请他去证明啊。锁匠在哪里？啊，我问王宏威讲的话怎么了吗？我问王宏威讲的话怎么了吗？结果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攻击记者。这是他们要讲出来的话啊！你要注意你的用词。记者造谣吗？记者哪边造谣了？你说我七点在茶水间了？你说我七点在茶水间？没有，我们的记者是依照王宏威委员在外面所说的提问的。你问王宏威证据？对，那我们问王宏威，那为什么你们今天要把炮口都对准记者呢？记者就没有提问的权利？然后每个人都说记者在造谣，包含那边的立委都说记者在造谣。你就是民进党的认知作战嘛？请你立住你的问题，不喜欢记者的问题，就说大家都在造谣，这就是民进党。注意你的用词，你刚刚的问法，你刚刚说的时间，你的问题，如果是你的认知，要说出证据。所以我跟他说王宏威啊，王宏威在外面讲了，我也讲出来了，我人在外面讲出来了，书里面我们没有不问媒体，中国的媒体，请问委员。你为什么要撤案？委员，你为什么要撤案？
你的家住联署家发证日期为什么要撤案呢？要不要撤案？讲过多少次了？查证都不会了，讲过很多次，讲过那么多次 ，Google 能力那么差哦。中天新闻的标题都在报道，为什么中天不叫他拿出证据？所以没有讲到这一次讲的，我问的证据在哪里？你第一次问的时候没有讲哦，第一次问是直接问，为什么找锁匠开门哦？怎么可以这样问问题？今天的日出时间是5:10，我是在白天进入到这个会议室，就这样。那不好意思，黄建伟，你大概什么时候到这？他个人为什么需要回答？没关系，我就说。比国民党早。比国民党早。今天的日出时间是5:10。7点才开门吗？为什么什么国民党6点来？他们没有闯进来啊。那你为什么？我们就是比国民党早，因为我们非常的认真。我们在白天进入立法院的会议室，清楚了吗？我们在茶水间喝水，很清楚。你是飞哥还在讲朝九晚五的吗？革命不要踩草皮啊！你是飞哥还在讲朝九晚五？刚刚所有说到晚上的事情的人都要对他言论负责。今天台北市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:10，我是在白天抵达立法院，进入会议室。到茶水间喝水，任何艺术这个事实的说的宣称，都必须要举证，都必须要对他的言论负责。都是在造谣。对，王宏威是造谣威，大家都知道哦。所以王宏威委员讲的这个不是事实吗？他们有证据在说。对啊，证据在哪里？王宏威太多了，没有证据就开枪哦。对啊，王宏威的太扯了吧？值得都可以信口开河哦。他刚刚还暴力打了林庭委员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所以刚刚只要被录到声音，宣称钟嘉宾在晚上做什么事的人都要负责。钟嘉宾在今天日出时间之后，白天到达立法院，进入会议室，到茶水间喝水，这个事实有艺术这个事实的宣称，都必须要负举证责任，尤其是恶意的指控，都要追究他的言论。请王宏威拿出证据啦！加油！好，去查一下今天日出时间是几点几分。要让打人的转移焦点了啊！我支持提告了，不排除提告。对，大差不多。只要有不实指控的，我们都不排除提告。很清楚的啦，很清楚的哈。刚刚说到什么晚上的事情的人，今天早上最明确的事实就是王宏威打人、揍人、踢人、甩林楚英巴掌，其他都是不实的指控。如果他们要提出任何指控，请他们拿出证据，否则不实的指控、任何含沙射影的行为、任何造谣，我们都不排除提告。不止啦，刚刚说一些垃圾话的人很多。王宏威的暴力是有大家有画面的，这个就是大家看到铁铮铮的事实，其他他们没有看到画面的，请不要随便指控。